是倒贴十三五而已、哦。今天的行程就是走十三公里。这样，到这里。嗯，没错。坚持素食。对。坚持三张。然后我们的刚刚的摩托车就停在那边哦。啊，这条路沿路上来真的是很棒。嗯。刚刚我们就在这个团员登山口进来了，然后进来的时候就会有人检查我们的，量体温啊，什么戴口罩，然后还提醒我们了，等一下的路况都会有落石啦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走的话都会经过好几个崩壁，但是应该都还好。这个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次，35公里的两天一夜，35公里，因为上次加冕虎也才31耶，然后预算是31、32。嗯，对，第一次挑战这么长，然后包包又很重。我们刚刚一早哈，3:48就出发，然后骑到这里，沿路休息一次而已。骑车比爬山累？你吧，我是觉得爬山比较累。好，嘿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一直不搭理走这个比较入门的百岳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这里因为就是坍塌了那个路。这一天十三庄都没有开放，天十三庄是这个月才重新开放的，我就马上申请带来了。嘿，今天南华一直都很棒啊。嘿，看阿灿的影片就知道了。没错，我们现在走了大概4K多了，虽然在山上已经看过很多庙嘛，但是你没有看过一个真正可以消消脂的地方哎。啊，这里有庙了。耶。这个叫做浮云宫啊。哦，我也想喝酒。这个叫鳖爪。这不是鳖的鳖哦，不是，Go 很呛啊，这个一定很呛。你看那么多，应该是不会醉的。啊，可以跟神仙一起纵走。啊，对呀、啊，跟神仙一起纵走，好笑。干杯！嗯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很高兴欢迎到台湾来玩。嗯，哇，很感动哎，那么多人请我吃东西，你好，非常诚挚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流鼻涕了，因为它太热了，懂吗？啊，太强了。太冷的时候跟太热的时候就会流鼻涕了。嗯，蛮好喝的。然后现在软起来了，热血沸腾。边喝酒边爬山，现在是，哇，好舒服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准备。吃这个芭乐，嗯，是我们昨晚吃好的、切好的，然后还有吃这个可爱的卡拉赫啦，嗯，我吃过了，好吃这个。哇，到了一个很像山屋的地方，但是这个不是山屋啊，防线所啦，防线所这个在。哎，大概5K 处吧。哇，很美啊，这里。这里还可以看风景呢。好帅啊，他们好想坐在他们车上面直接到那个天池山庄，真的。嘿、hey, 你们好，你好。你们这些用途是干嘛的？哦，不是天池山庄用的油啊，这个很像油啊。我怕你们骑车的一只拜拜。我连机车都骑不好，看这种路能骑耶。对呀、啊，太厉害了！你看，你光是这个断面，你就吓死。对呀、啊，没错，这个我已经会怕了。
这个六 K 处的落十次。那我们现在就走过去喽。真的随时会有。对，没错。好，尽快通过。嗯，尽快通过就可以了。真的好像在岩浆爆发之后的地方。哦。火山灰那种。对对对，我也觉得很像哎。刚刚骑摩托车的人了，原来是在这里回收哎！哇，小挖土机哎！你叫什么名字？阿方，阿方，阿方哦，嗯，方姐 ，Simon， 很好啊，这个英文名字。Peter， 这个叫 Sulai， Master， 硕士哎！这里有一位高材生，那你呢？叫 Yumi， 今天就是今天他生日，生日快乐！我也是这个礼拜生日，生日快乐！谢谢，唱生日快乐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快点快点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陈老师，陈老师。希望你们赚大钱。因为我明天想去看日出，然后我不知道先去南峰还是南华山。南峰。南峰比较好看，我也听朋友这样讲。好吧，那我明天就先去南峰。南峰。好。南峰好。谢谢你们认得我，很感动。前面10K 要小心。OK， 要倒塌了。对啊。哦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嗯，恭喜你们，完成。要记得留言哦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10K 处了，然后沿路信号都超好的，太神奇了。对，然后即将就进入这个说10K 处是最多落石的地方了。嗯，对，现在就走过这里就安全喽。好，走。分享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想问呢，喂，他们哦，等一下会经过我们刚刚过来的那一条小桥，哎，很猛哎，那条桥怎样过一台车，我真的搞不懂哎，那一定要一台一台过，不然那个是超重的。其实是蛮想走回去拍的，但是太远，哎，真的，对他们总是比我们快，好，走。我们上一年是在哪里看到杜鹃花？吉来啊，没错，这一年我们又在这里看到了。虽然是没有上一次那么丰盛啊，但是有一坨也蛮不错。我觉得应该是高度的关系。嗯，可能明天还有很多。对，嗯，好，那明天期待看看。走了13公里啊。终于到这里了，其实一路走来还蛮
轻松的，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状态。这真的跟上一次，上一次碧阳纵走也是13公里啊，嗯，差好多、哦。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摩托车可以上来，这一点就让人在走的部分就跟着一起轻松了，就很有信心了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天池山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你跟我讲的他很厉害，我一定要感受看看。那我的感觉就是跟以前一样，就是都还好，但是这个真的是蛮简单的，因为我就是觉得很简单才选择跟这个琪琪来走。因为琪琪就是如果安排心中的行程的话，他可以一路都想拍，所以刚刚我们真的是一路都拍，所以我们素材照头超多的，所以我回家又要剪片剪到快要死啦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最后100米了，最后100米就到了，再快点去开箱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这个住一晚平日是480块一个人哦，所以也是比那个玉山的那个比较贵的，比它贵30块吧。哇，还有挖土机也太厉害，还有摩托车怎么都有。然后我梦想就是未来啊，有这些木屋。对，他说100年12月建的哦。哎，那代表是几年？20几年前啊？10年前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进去就是要先脱鞋子，然后换鞋子，然后我还要戴口罩。对，然后我现在进去了。哇！哇！哇！只有这样好，好赞哦！咁咧，我哋而家就先报告下啦，咁第日就同大家开箱。咁依家我就身处呢个天池山庄嘅2楼啦，同大家分享下我哋住呢一层啦。咁我就即将进入我哋呢个806啦。咁点解佢会叫做806咧？就系呢个系可以瞓8个人嘅。嗨，芝芝你好。啊，我在这里。在这里挂好。这里超舒服。这是有小木屋哎，对，特别。没错，不像上一次玉山那个白山庄是铁杆构的，嗯，它那个 view 是有差。没错，而且我们都有独立的储备，然后不用爬上爬下，这个很好。对，但是我感觉这个木屋超级温暖哎，这个木屋很好哎，对，哇，很舒服哎，很赞哎，而且我感觉这里楼顶超高的，我觉得上面再盖一个位置也可以。啊，楼中楼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然后再开箱外面那个阳台，因为这里还有阳台耶，超级厉害。好，我出去看看哦，拜拜。嗯，一间、两间、三间、四间、五间、六间、七间、八间、九间、十间，系有10间房咯。咁咧，4开头咧就瞓4个人啦，8开头咧就瞓8个人咯。系开箱下呢个露台。哇，咁呢个就阳台啦，劲大哦。不过都今日咧就睇唔到日落啦，如果睇到日落嘅话咧，正常就喺呢个位系睇到嘅。哇，起晒雾咯！原来呢度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太阳能板啦，喺呢度。咁咧呢个就系我哋天池山庄嘅厕所啦，咁听讲厕所都唔错嘅，系咯。咁咧依家就开箱完呢个天池山庄嘅露台啦，咁呢度劲好嘅建筑啦，同埋用木屋嘅话咧系几轮讲下嘅。我话如果咧喺呢度晨运嘅话，其实都唔错啦。你有高山症嘅话咧，唔想行山嘅话，直接嚟呢度休息一下睇景色都唔错。咁厕所咧就有分开2面嘅。咁呢个就系女洗手间啦，同大家睇，俾大家睇下先，睇下干唔干净。哇，好干净啊！咁依家就开箱完呢个厕所啦，咁原来厕所咧都系猫厕嘅，但系都系有水可以冲噶咯，系咯。咁呢度就有好多用洗手盆啦，仲有啲镜啦，俾大家照镜嘅。哇，咁呢度真系劲新净咯，啲厕所唔错唔错唔错。我哋喺呢个天池山庄咧就系2860米，咁好似系比玉山低嘅，怪唔之得比较温暖啦。咁我依家试下行呢个楼梯上去，睇下可唔可以上到去先。好靓啊呢度，耶！呢度系唔可以入去嘅，工作人员先可以啦。咁我哋都系从正门入翻去好啲。系咯，就系咁。如果煮嘢食嘅话咧，就要行呢度出去啦，睇下个环境。
有冇排雲山嗰個咁惡劣咧？因為排雲山嗰個咧係真個環境係勁細咯。哇！原來咧除咗室外嘅廁所啦，呢度仲有室外嘅廁所。咁呢度仲有埋洗手盆咯，所以比排雲山莊仲靚啊，係咯。咁呢個天池山莊嘅一樓咧，就係俾大家睡覺嘅。咁食飯嘅地方就喺呢度啦。跟住隔離咧，全部都係啲紀念品咯，但係咧，啲紀念品全部都係啲名牌啦，可以係賣唔起嘅。但係係幾特別嘅，第一次入個山莊係有啲買啲咁嘅小特色啦，同埋啲蛋糕睇咗都係好好食咯，但係我中意食。八三喺山上面嘅價錢是正確的，但我真的沒有錢去享用啦。這裡比台原還要好，對，突然發現大木，然後網路也有，就剛剛又沒有訊號，乖乖。我们走了大概15公里，大概用了7个小时走到这里。然后现在因为才2点多而已，所以我们真的只能在这里休息了，而且超酸的。然后我们今晚真的可以早一点吃完饭就可以去钓鱼。我们了住这个天池山庄只订了一餐的晚餐，因为本人有点小穷，而且自己煮是蛮有乐趣的。然后这一袋这个跟。这两个就是我们明天的早餐跟中餐，早餐就是吃麦片，然后就有一些饮料是下山的时候喝的，就是简单的冲泡这种东西而已。这麦片，然后再煮两个泡面来吃，这样应该是够了，不用订早餐跟午餐，这样就1000多块，我觉得是蛮贵的。准备开饭啦！咁咧呢度就自己煲饭啦，同埋咧汤就喺隔篱呢边嘅。哇！咁呢度咧就系咁样派饭食嘅。我知道，这里缺一个，对，就这样。还有那个猪肉，这边。嘿，我们一个猪肉跟一个素的咖喱。咖喱等下才会来。嘿。看材质吧，红的。哇，我的猪肉到了。我们即将来看一下这个晚餐，然后一个晚餐就是350块，然后我今天点的这个就是三猪肉。长这样，它会上面有一些猪肉跟有一些菜，下面就是那个番薯、地瓜。哇，这汤真好饿哎！下游各族的传统山猪在操作，为什么？你看到这个猪肉，它是烟熏过的，这是高级餐厅的水平哎。然后每次我吃不同的配菜给大家看，它比柴鱼排云好吃。泡猪，然后这是地瓜，啊，这个山猪肉很香哎，地瓜也很甜嘞，好，那我来吃这个绿咖喱。喂，你这个哦，它你不觉得它弄得很好看吗？还不错啊，对，好吃哎，那就好哦，有那个百货公司美食街的等级，赞。超饱依家，好啦，咁依家就喺我同我又食下咧，系咁 ，OK。哇，遇到好山友请我哋食鸡块，配红酒还是配白酒还是配威士忌？威士忌跟啤酒。好的。上的8点钟了，然后刚刚我们就跟朋友喝了酒。平常我们在山五都很早就睡，可能7点就睡了。今天就是聊天很久了，所以8点睡觉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嗨，早安。早。吃什么？燕麦而已。
走了走了走了，哎，三点出发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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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对。完全没有喘到就对了。对对对，很开心。我有啦，我有喘。原来那么开心就可以攻到这个那么美的景哎，真的。来再来。觉得突然想到上次走碧阳咒走还蛮瞎的，我应该把体力留在这里多走几次啊。那是不同的挑战。碧阳真的走得很不舒服，很痛苦。这个人呢，听说也是第三次来到这里哎，都终于看到黄金大草原啊、哦、啊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原来之前都是没有的。之前是下雨嘛，第一次，第一次。感觉这里有难度吗？非常轻松。对，很冷。嘿，你们攻到这个奇莱蓝湖有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台湾真的太漂亮了。天气好像真的很好，这两天很好，哦、很幸运，就不会太冷。而且现在看到星星 一大片星星，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我一出帐篷，我就整个被惊艳到。早上的六点半，我们准备下山去蓝华山。然后走。哇！哦，这个一路走得很漂亮哎。对啊，完全不愧中伏。陡峭上去那个蓝峰的，太厉害了！但是其实走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到很难，下来的时候也没有到很难，只是看上去很恐怖而已。因为它是日字交叉上去，对对对对，很简单啦，就是不要怕。在这边，哇！咁啱啱咧，我哋去呢个蓝峰嘅时候咧，咁就系摸黑嘅。咁咧，咁我哋本身就要先上到去个天池啦。咁天池咧，原来真系喺山中间有一个池咯。终于有阳光的时候呢，可以晴天出来啦。
咁依家咧就系早上9:52啦，咁我哋就系3:00喺天池山窿出发嘅，咁就大概用咗7个钟头啦。咁7个钟头咧系包括咗我哋嘅影相时间啦、睇日出啦，所以其实系用咗几长嘅时间嘅。好，走，我们去煮东西。喂，还搭配了这个树。对啊，超好看。好累啊，走了6小时吧。我们2点多吃饭了。大概7个小时。7小时很久了。嗯，轻松点。哇。今天的奖励就是玉米笋。以前吃泡面都不加玉米笋的，现在吃泡面居然会加玉米笋。那、因为它在山上好用啊。嗯，你看，大家听到摩托车了吗？摩托车又来了这边了。咁我哋依家就即将离开呢个天池山庄啦。咁咧，我发现佢哋嘅睡袋咧系同我一样嘅咯，呢个。所以咧，证明我个睡袋咧系受欢迎噶。我哋依家就离开呢度啦。啊，因为你有这里面，他叫琪琪。哎，我们用这个，我们用这个来一起讲。嘿，那你玩几天？我们3天。哇，这么爽啊！好感动，终于有人认得我了。哈、太厉害！声音很好认啊。哎，这个山有3个人认得我，家里的话，真的、哦，对啊，很开心呢、欸。还蛮多人，哎，这很热门。因为我有啊，我有追踪的 IG。我从这边来，在传照片给你。哇，超开心的，这一次啊，在这个。奇莱兰华遇到3个山友都认得我，真的，他们对我的支持的话，我会更有动力走下去，更有动力做影片下去。总算是有一点知名度了。以前我做影片就是很随便，哎，就这样了。现在就是很想快点给观众看到我的新影片。因为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拿 Insta 在拍的人也不多了，那我们刚好用 Insta 去呈现比较不一样的视觉效果给大家。我们完成了行程哦，今天就是总共走了41.7K， 大家看到吗？我想不到琪琪走了40K 的样子还是健步如飞，这鼓掌，太厉害了！我是没差啦，我都还好，但是你真的值得表扬。哦，41公里，第一次走这么久，走这么长哎。然后因为可能有吃 B 群跟喝那些饮料，然后还有有睡好。所以是有差的，然后还有这个都很缓坡啦，全程都是有摩托车可以骑上去，但是我们不行的，只是说你可以想象摩托车可以骑的，就是应该都算好走的，这是我的心得，所以我觉得这还蛮适合来体验的，没有什么好挑战的，它就是体验另类的合欢山啦。嘿，那辛苦你，等一下载我回家了。好，等一下骑车了。好，拜拜拜。白色灵芝哎，好硬哦！哇，好美哦！这是有毒的吧？打不下来，很可爱。不要戳，就像细胶一样。你很像那个引擎的声音呢。
了，对，死掉了。